第63集。康熙深恨自己没有早些把这件事儿禀知太皇太后，此时悔之莫及呀。方玉再说，只听苏麻拉姑咕咚的一声跪了下去，两眼直瞪瞪的望着太皇太后道：奴才自幼进宫服侍您老人家，从未违命，今日此事奴才倒要斗胆驳回老佛爷了。说着两行热泪无声地簌簌而落。你起来。太皇太后见他容颜惨淡，声音异常的凄楚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。有话尽管讲嘛，我们这也是为你好。奴才正要这样说。苏麻拉姑气道：老佛爷和万岁爷待奴才时时的恩重于山，奴才一个女子又有什么回报的？什么武先生，什么索大人，奴才通通都不要，情愿回去服侍老佛爷一辈子。你这蹄子要作死了。太皇太后断喝一声，养心殿的内外人等见他发怒，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半晌又听太皇太后叹道：傻孩子，女人哪有个不嫁人的，难道做姑子不成？意欲提醒了苏麻拉姑，忙道：就是做姑子也没什么不好，老佛爷最信仰我佛，曾发愿替一个出家人，奴才难道不合适？老佛爷常说一人得道七祖升天，就是老佛爷百年之后做了菩萨，身边也得有一个龙女服侍吗？哎，我也乏了。太皇太后被堵得无言可对，半晌说道：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，回头皇帝呀叫人给他预备一下。这是一辈子的事儿，马虎了，我是不依的。说着竟起驾去了。康熙默默地将祖母一直送出养心殿的宫外，回来见院中人个个惊疑，不住地朝里头窥视，没好气地说道：都给我退下。他心里啊很是懊丧。见苏麻拉姑不在正殿，康熙知道他心里不好过，一定躲起来了。他便独自在天井里散步，愈想越是生气，在深悔自己的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。武先生和婉娘情意相投，这你也是知道的，你三四个小妾续一个断弦就敢如此胡搅，朕就偏不能叫你如意。想到此，康熙厉声吩咐道：来人，叫雄赐履递牌子来看纸稿。说着进了殿，自坐在鸡案旁边生闷气，忽然又觉得口渴，端起鸡上的茶喝了一口，却早已凉了，气得拿起青玉杯子当啷一声灌得粉碎。宫女们方收拾完，熊次吕已来到了殿外，高声说道：奴才熊次吕恭见吾主万岁。进来吧。看着熊次吕俯伏告进，康熙忽觉自己有些失态，忙改换了一下姿势，身子微微一倾，神色庄重地说道：你起来，坐到那边脚凳上。这份诏旨朕已经拟好了，你瞧瞧，如无不妥，今日就叫结书明发出去。熊次吕双手接过了朱批谕旨，欠着身子坐了，慢慢细读。他也觉得文辞欠雅，不过平心而论，一个15岁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诏书也实在难得。
赶忙说：万岁圣学又大进了，这样处置不但朝臣宾服，就是先帝爷在天之灵也是欢喜的。朕无意听这些个。康熙冷冷说道：你再斟酌，可有什么添减的没有？熊赐履沉吟片刻说道：若论处置这事儿，话也就说尽了，如能再加几句抚慰百官的话就更好了。好，康熙觉得确应如此，心绪稍微好了一点。你写来朕看。熊赐履领了旨，退至殿角的一个案前，现成的笔墨略一思索，便顺着康熙的口气在后边加了几句。康熙接过看时，上面写的是：至于内外文武官员，或有为其权势而依附者，或有身途性尽而依附者，本当查处，孤从宽免。自后物须洗心涤虑，痛改前非，遵守法度，克共职业，以期复振整饬吉纲，爱养百姓之志意。看过之后甚觉满意，笑着点头道：就如此，叫尚书房腾清明发吧。熊赐履方欲退下，康熙忽然叫住了他：你下去见索额图，就说朕已决意纳苏麻拉固为妃，叫他早些自寻太皇太后辞婚，休生妄想。听康熙说要纳孤为妃，熊赐履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没听清楚，忙跪下道：恕奴才耳背，请将圣谕再宣一遍，奴才好遵旨承办。瞧他吃惊的模样，康熙不觉好笑，大声道：朕已决意纳苏姑为妃，你告诉索额图就成了。万岁爷。熊赐履顿时急了，他是成朱门生，侄儿纳姑为妃，不要说听见，连想一想都是罪过。熊赐履呼通一声跪下叩头，砰砰有声：姑乃尊长，伦理有序，万不可乱呢，此举有碍圣德，奴才冒死进谏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康熙见他误会很深，又搬出了圣人的言语，忽然想开他一个玩笑，便板了脸道：武先生和你学问也不低什么，朕就没见他整日摆道学面孔，普天之下隔不透的事物多着呢，他既非生朕之人，又非朕生之人，为什么便不能纳为妃子？这个是朕的家事，你免疫吧。熊赐履与五次有学术虽相抵，平时私交却不坏，听得康熙说了这个话，又见康熙动了无名之火，便生出了一计之心，此时又不好说什么，只扣着头讷讷而语：奴才不敢奉诏。谁要你奉什么诏？康熙装作发怒道：朕要索额图奉诏，你去传一句话就是，也不必沸沸扬扬的闹得都知道了。说罢一挥手道：跪安吧。熊赐履只好叩头谢出。经过这一场的闹剧，康熙心情啊松快了一点，便转向香阁来寻苏麻拉姑。虽说是打去索额图，此时他倒有一个新的想法：苏麻拉姑给不了五次友，更不给索额图，朕便自要了，又有什么不好？一脚跨进西阁，康熙不禁地大吃一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苏麻拉姑已经剪去了一头的青丝，她沐浴方出，赤条条的，一丝不挂的，正在换一身姿衣。你，
苏摩拉古此时见他进来，并无羞臊之色，一边徐徐着衣，一边惨然笑道：奴才自今已是方外之人，何惧之有？曼姑，婉娘，你不能这样，做朕的妃子不好吗？朕也是喜欢你的。康熙痛叫一声。苏麻拉姑穿好时装，眼睛呆望着墙上的条幅：侠乃云魄魂，风是花精神。这还是当年在索府，苏麻拉姑以婢女身份出来考教五次友之后，五次友赠写的对联。如今事过境迁，真正只留下魂魄精神而已，想想人生有何意趣。苏麻拉姑见康熙伤心，背过脸去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奴才前生有罪，本是幼妇造下重孽，愿常伴于青灯古佛之前，祈祷主子和一切人平安，了此余生，以修来世。求主子得便将这个话传给那个痴情人吧。康熙见他如此，知道劝也无益，拭泪道：婉娘出世之志已坚，朕便成全你。我这就去见老佛爷，你就在宫中修行吧。隔了三天，熊次履只带了个小仆童，穿了一件布袍，来到索府传旨。他对这一差事啊，觉得很为难。索图现今十分的尊贵，马上便要成为皇贵妃的叔叔，传这样的圣旨，等于是前来种祸，将来能收获什么呢？可是道学家有道学家的狡猾，他以布衣简从和私交的身份来访，只要委婉地将康熙的意思透露给他就行了。其实正是六月天，鼹鼠争人，知了唧唧，一丝风没的。索府门上几个家丁坐在长条凳上喝茶打扇，摆龙门阵消夏，见熊次履走来，都忙起身施礼请安道：老爷来的正是时候，魏爷吴爷都在里头呢。熊次履笑着点头道：我这便去搅他们一场。一边阻止门上人通报，将小西童留在了门上玩耍，一边摇着扇子走了进去。他转过后堂，折向西院花园，在水亭上，索额图、魏东亭和铁盖三个人正坐着吃瓜喝冰水，谈得高兴，都没有瞧见熊次履来。熊次履见柳树下的石凳干净凉爽，池中金鱼如游足下，便在石凳上坐下观鱼。微风从水面上送来，三人在亭上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。虎臣弟，这是铁盖的声音，听说贤弟啊要弃武经文了，尊夫人是武的，你们夫妻要算是文武全才的了。这哪能由兄弟自己啊？魏东亭道：圣上日前见我说，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，文饰荟萃，风光引人，甚是向往，要带着兄弟啊前往游历一番。兄弟当时便请圣上，待便将臣留在南京，也不求官做，但能多习学一点南土风情。万岁怎么说？这是索额图在问，他正在吃哈密瓜，说话稍微有些不清。魏东亭呵呵一笑道：嗨，万岁爷倒也没说什么，只点点头，意思倒像蛮赞同的。听到这里，熊次履微微一笑，起身便要上庭去阔叙，却听索额图道：说起皇上圣明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了。大前日家母去后宫觐见太皇太后，
老佛爷对家母说，皇上啊，自鳌拜禁欲之后，反比先前更忙了。吴六一忙问，眼下还有什么大事吗？索额图放低了声音，熊次履听不真切，半晌又听吴六一大声道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皇上给我十万兵，我便能填此丑类。熊次履不禁呆了，却听魏东亭嘘的一声道，晋升，这事儿现在绝密不传，铁盖兄只怕也就要外放督府了，还有范成魔，皇上也有意启用为民府，皇上的第二局大棋就要开局了。他喝了一口冰水又道，上次鄂必龙在谢恩折上说，皇上功过三皇，德超五帝，被皇上训斥了一顿，说他有凤鱼之意。据兄弟看，皇上的志向只怕比唐太宗要高得多呢。庭上三个人至此都不言语了。熊次履心里一凛，想来魏东亭讲过康熙在殿柱上书三番二次的事儿，此时他倒不急于上庭相见了，索性坐了下来，他要好生想想。你们都去吧，大丈夫处事立功名，为平生嘛。这又是索额图的声音。铁盖哈哈一笑道，上回武先生见我，曾送我一幅字，上头写的是蔡石公的罗江院，端的是好。说着他便吟诵起来，功名念，风月情，两班事，日盈盈，几番搅扰心难定，欲待要已翠未红，舍不得黄卷青灯，玉堂金马人亲近，欲待要复凤攀龙，舍不得玉貌花容，芙蓉帐里恩情重，怎能两世都成？遂功名，又遂恩情，三杯御酒嫦娥共。银霸又道，所功可不只是两岁啊，大学士的任命即将颁下，又将成为国丈，这岂不是两岁吗？昨儿孙殿臣要告诉我，太皇太后要将苏麻拉姑许你，这才真是三杯御酒嫦娥共呢。我们这些赳赳武夫啊，在你面前总失便宜啊。言毕大笑，索额图谦逊称谢不迭，却听当啷一声，熊次履忙瞧时，却是魏东亭失手打翻了杯子。索吴二人见他神色失常，忙问，胡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苏麻拉姑许给足下了？魏东亭问道。熊次履本欲出来说话，听得魏东亭微带颤音，心知有意，又站住了脚步。啊，尚未定聘，不过太皇太后已经面许了家母。索额图道，怎么，这其中有不妥之处吗？岂止不妥而已。熊次履听到这里，见说话时机已到，大声言道，无论五次有还是你索额图，谁娶苏麻拉姑，必有一日大祸临头啊。三人在庭上拥拥而谈，压根没想到岸边说话水中有鱼，都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熊次履青布长袍，手摇折扇，站在对岸，颇有一副道骨仙风的架势。索额图忙隔水一一道，快请过来叙话。熊次履连忙还礼，然后沿着曲桥一步步踱了过来。叙作毕，索额图忙问道，东元公方才所言，愿闻其详。
熊思吕笑道：“不以为言，何能耸听？但在下所言，确为实语。”便把日前康熙召见自己的详细经过向几个人讲述了一遍，最后对索额图说：“你先娶了苏麻拉姑，皇上爱着太皇太后的情面，自然不来说什么。到了对景那一日，只怕救也没人敢救你了。”